主席，在场的所有的立法委员的同事们，大家好。对于经法补偿修正条例，从今年的9月27号，本席对行政院书院长的总质询，到今天经法补偿的修法通过，总共71天。本席要感谢行政院的配合，以及所有立法院同仁的支持，经法补偿终于往前再前进了一大步。在这里呢，我要请原住民所有族人同胞注意，尤其是都会区的族人同胞，今天修订条例之后有几个重点方向。第一个，过去只有林地禁伐才有补偿，修法之后只要是保留地被法律划定为禁伐的区域，都可以提出申请禁伐补偿，每年每公顷是3万块。例如保护区、水源特定区、国家公园、保安林等等都可以被补偿到。第二个是禁伐补偿的土地，只要是竹木覆盖率70%以上，都可以申请禁伐补偿。所以竹林可以疏伐，保持竹林更新以及水土保持，只要覆盖率有70%以上。第三个是没有道路抵达，以至于无法会勘的土地，今天修正通过之后，我们可以用空拍机来勘定。今天我要再一次感谢内政委员会的招委以及立法院所有的同仁，原住民土地的转型正义再往前进一步了，谢谢。